糖醋排骨、叫花鸡，还有西湖醋鱼。郡主，糖醋排骨，这是郡马爷特意从如意楼买的。嗯，他买的。啊，那吃的岂不是很有面子？怎么不吃啊？特意给你买的。我不饿。不饿我吃。少爷，还是等郡主。他说他不饿。嗯，好香。嗯，郡主，这些全部都是郡马爷给你买的。郡马爷真厉害，连郡主喜欢吃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不管不管你吃得了吗？我又不吃，全都给你吃。都给我呀？对啊，让你吃胖。行行行，我一定努力。不行，我刚才吃了一些。你跟其他男人在茶楼喝茶，你说司徒大哥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你别误会。你叫他司徒大哥？对啊，他比我年长几岁，我叫他大哥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堂堂一个郡主，又是将军府的少夫人，你怎么能随便叫一个别人大哥呢？你这莫名其妙的，我叫他大哥怎么了？不会吃醋了吧？